大家晚上才高兴，剪刀石头布啊！剪刀石头布啊！剪刀石头布啊！哎，你好，我们想挑一下床垫。可以啊。嗯。医生，苏小姐来了，帮我把这转交给你。素云来了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为什么不把素云带过来呢？您去消化，不都复查，我带人过来干嘛？在这儿，嘿，等一下，般配，我刚看了那个视频了，我们护士站的人都在看啊，就是那个，在海滩上那个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太好了，你知道他那个人，唐姐不是这样，不听啊，只是个游戏而已。那天你不也在吗？哎，哥，孙云发朋友圈了，单身快乐。那些啤酒呢？今天我们来做一下售后的环境测试。素云没来。你最近是不是惹我们师姐生气了？接下来更精彩。嗯，工作倒是还好，就是有些人际关系吧。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人让你觉得特别讨厌？也怪我，这没事喝什么酒啊？喝酒？是这样，王先生，为了展示我们的诚意呢。我们愿意将设计费从每平米2000降到300。那施工费用呢？你不会是要自己倒贴吧？没想到我们两个出差都能在同一个城市，真有缘分。是啊。哎，谁家狗啊？苏比。好久不见。就是因为你那个破方案，直接把我送到这儿了。王先生，对不起啊，现在事故的情况还在调查之中，不好乱讲吧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什么都不管，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我解决明白了，否则的话，我让你们身败名裂。谁让你篡改玻璃规格的？要不是我及时察觉，我苏子阳的名声可就全要栽进去了。造记是个什么样的节目，你应该很了解。你好好想想，要么是你，要么是苏莹，到底谁来承担责任？你的意思是，方案有问题？大苏公，你应该很清楚，除了方案之外，施工或者是选材不当，完全有可能造成事故吧？你不会把你方案的错推到我头上吧？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？哟，太好了，这帮了我大忙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没事，好好做你的设计。就是那天你不是在我工作室遇到一个人吗？他是我前男友。我跟你说，那天咱们不是在皮一下吗？我觉得秦医生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，但是他就没跟我说。喂，是秦先生吗？是，您的快递马上到了，您在家吗？在。奖杯拆完了，奖杯是护理完了。那边啊，秦医生来找你了。秦医生来啊？哎，就刚刚啊，杨总带着狗狗来找师姐，师姐是带着杨总和狗狗一起去宠物店了。哎，上次你不是在我工作室遇到一个人吗？他是我前男友。你好，苏小姐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苏莹刚来找你了。素莹来了，你俩没看见啊？双向奔赴，漂亮。
苏莹，也许是我嘴太笨了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跟你表白，但我现在最想说的是。